今天呢正好有点时间，我呢就给自己放个假，找一个地方啊，山清水秀的地方露个营。走走走走，回去凉，回去给你尝一个今年夏天很火的饮料啊，让你解解暑啊，先让你试毒。可以，来做一个饮品啊，德芙待会儿尝一下。一个今年夏天听说很小众的啊，折耳根柠檬茶啊，味道有点奇怪，可能不适应的人有点接受不了。折耳根，新鲜的折耳根啊，这个是海南的柠檬。切成片儿，不然待会儿有点难捣碎啊。这个柠檬啊就很有夏天的感觉，这一杯差不多，再放点折耳根啊，来切一下啊，待会儿好捣碎它，可以吃啊，生吃可以啊，成都人从小就爱吃这个，把折耳根放进来，好，然后加入冰块，这个冰箱还可以啊，这个冰块开了这么久也没化。你要出去玩呀？你去哪啊？味道太冲了，受不了啊！记得回来啊！满天的风雪，我不落泪。可以啊，差不多了，加点果汁啊，再加点冰块，高手啊，高手都这么摇的啊，再扔一下，哦，其实挺满的，我来试个毒啊，哎，真的没有折耳根的味道，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喝。好喝哎，第一次用折耳根来做饮料，没想到它的味道让我意外的惊喜，那些未知的事情都能成为我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嗯，好舒服呀。哎，德芙呢？德芙跑哪儿去了？德芙。